走啊，来啊，来来来，我上车，好，来来，来进来，好啦，你啦，来，这块地皮。13日1:45，接获报案了，在林内乡的一个豆浆店，有人持棍棒进到里面砸店的一个案子。那我们接获报案之后，立即启动快打部队，到场，然后当场有查获主嫌。那之后我们就连夜追查，并报请云林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那这个案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，这个是豆浆店的一个家属跟这个前姓主嫌有债务上的纠纷。那当天这个前姓主嫌跟这个豆浆店的这个家属来追讨债务未果，然后就纠众到这个豆浆店来砸店。那我们警方就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到达现场，并查获这个主嫌及起获这个棍棒。那前案我们依据这个妨碍秩序、恐吓、伤害及毁损罪嫌，移送云林地检署来侦办。那警方也在这边呼吁民众如果有债务纠纷，一定要寻求正常的管道来救济，不要以这个暴力行为来讨债。那警方也重申，对这个街头暴力绝对依法严办，绝不宽待。